捕风哥，捕风哥，你看，第三窝了，第三窝了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云朗临沧来风了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这窝早上刚放了，来了太多风了，哦，好多好多。早上刚刚放的桶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用你的风了，来风了，来风了，来风现场。强情强情，12月28号，广东阳江阳春的古风哥，强情。哦，捕风哥，捕风哥，你的风蜡就是牛逼啊！前天放的，今天就来风了。来风了，来风了，鹏鹏哥，又是你的风了，完了没风箱装了，你看啊，就停在这里，一个大石头，一个榕树这里，我是海南万宁的椰子苗耶，进了十来分钟了，还没进完。风哥，风哥，来风了，来风了，两天来两群，又是一个大强群了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用了你家的风了，蜜蜂真的来了。我是福建宁德的，看一下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用你的风蜡来风了。我是广西河池宜州的朋友。捕风哥，捕风哥呀，中山又来了，这里来了一窝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用你的风蜡来风了。12月24号，广西贵港。大部队来了！哇，我的妈呀，今天成功了！我的妈呀！好爽啊！昨天放桶，今天来了。峰哥，你的风蜡很牛啊，广东肇庆啊。昨天20号放的桶，21号来了。峰哥，峰哥，今天胖来了，胖来了。你看，好多好多。嘿嘛，风来了嘿。虎峰哥，我上一次买你的风蜡，现在已经来风了，已经来风了。我发这个视频让你打广告，风蜡好牛逼啊！捕风哥，捕风哥，你的风蜡已经来了4、5斤了，广西河池都安的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来风了，来风了，用你的风蜡，12月21号，很大群了，很大群了，这么冷的天气还来风。捕风哥，来风了。捕风哥，捕风哥。来风啊，来风啊，强群啊！捕风哥，捕风哥，来风了，来风了！今天是12月19号，前天16号才抓的，今天又来了，18号弄好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来风了！广西钦州的，满天飞舞啊！这窝应该有三体风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用你的风蜡来风了，来了一窝。用你的风蜡来风了，风哥，你看一下，广西贺州，蓝色桶又风，你试过吗？海南兄弟用我的风蜡涂在蓝桶上，摆放在楼顶，今天又来了一窝蜜蜂，这种位置想不来风都难。这是广东海丰县朋友来风现场，面前开阔，背靠大树，他用我的风蜡最近几天来了两群蜜蜂。深秋开的又风不买种，现在有鸭脚木、枇杷、野桂花流蜜的地方正在分蜂，既有分蜂，又有别人取蜜后逃跑的蜜蜂幼。如果你需要蜂蜡去诱蜂，可以试试捕蜂哥真正老皮中蜂蜡。捕蜂哥，捕蜂哥，刚刚来蜂，刚刚来蜂，好多、啊，好多蜜蜂。捕蜂哥，捕蜂哥，来蜂啊！广东茂名的化州市的，12月9号来的。去年在别家买的，老是抓不到蜂。今年跟你买那一斤蜂蜡，放出去蜂太多了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今天又搞到一窝了，你的蜂蜡太牛逼了。捕风哥，捕风哥，来蜂了吗？用了你的蜂蜡，捕风哥，你看，今天来蜂了。今天，捕风哥，去年上你买的蜂蜡没用完，才涂上蜂蜡4天就已经来了。臭飘广东梅珠，很多。捕风哥，捕风哥。放在楼顶的风量，来风了，来风了！捕风哥，捕风哥，又来风了！
大都渡过来了，你这个风蜡太牛了。一个好的诱风点有多重要？这是广西来宾朋友用我的蜂蜡，12月7号去查桶，这个位置来了今年第4群蜜蜂。最低成本又不担心被偷，来蜂几率最高的方法就是像这位广东湛江朋友挖一个泥洞堵好，滴上蜂蜡。他4号搞的，6号就来蜂了。亮货亮货，这个蜂蜡真是好，你的蜂蜡。为了卖诱蜂蜡胡说八道，12月还敢说诱到蜂，看到这种评论真是觉得太可笑了。我跟你说还早着呢，真正有经验的养蜂人都知道，压脚木开花才是冬季分蜂和取蜜的重头好戏，即使几度的天气也会分蜂，还有的地方有枇杷、野桂花大流蜜，不然你以为我们的冬蜜是喂白糖的吗？分蜂是看蜜源的，不是说要你批准了才会分蜂。很多人就是不懂蜜源，蜂养不好，蜜取不到，就只有一把嘴，只要自己不懂的张口就喷。蜜蜂在压脚木枇杷开花的时候分蜂分成了蛋群，过一段时间发现蜜蜂少了，还可笑的认为蜜蜂是缺蜜或者冻死了。我卖蜂蜡从来不乱吹分蜂，不分蜂那些地方的朋友想买蜂蜡我都让他们春天再买。视频的这个就是压脚木，我这边还没有开花，如果你那边有大量压脚木或者枇杷开花流蜜，那么就可以去投放诱蜂桶，还可以取蜜。如果没有这些植物的地方，建议明年2到6月再去诱蜂。湖南朋友用我的蜂蜡在东莞诱来蜜蜂。圈圈，你好多好多嘞，你忙哥你好。一天来一群蜜蜂是什么样的体验？又来蜂了，风水宝地啊！一天来一群。捕蜂哥，捕蜂哥，12月3号中午放的，4号下午来蜂了，来蜂了。这个蜂蜡是好啊，在这个工棚那里。捕蜂哥，捕蜂哥的也亮啊。捕蜂哥，捕蜂哥，你看，真的来蜂了，真的来蜂了。不懂的人随便喷。12月3号，广东揭阳朋友来蜂，有压脚木大流蜜的地方现在正在分蜂。40多万粉丝的蜂哥，终于要被一个差评打倒了。蜂蜡的好评全都是刷出来的，这样一句话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内心。用我的蜂蜡已经来蜂的朋友，所有给我好评的朋友，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希望能占用您1分钟的时间给捕蜂哥支持一下。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个让我彻夜难眠的差评，来自一位跟我买蜂蜡不到10天的朋友。他是11月19号收到的蜂蜡，收到的蜂蜡的第二天涂好了诱蜂桶，然后说没有效果，要求我退全款给他。因为这个时候蜂蜡已经用掉，我就没有同意。后面他申请平台客服介入，最后客服判定支持我，他开始对我进行谩骂。这10天里我一直耐心地为他讲解，希望可以帮到他，但是最终这位朋友没有选择相信我，而是很生气地给我留下了一个差评。如果要在同行抹黑和新手这两个选项里面二选一的话，我相信他只是对诱蜂没有正确的认知，所以对我产生了这样的误会。我曾经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误解，有一些比较焦急的朋友刚开始没有诱到蜂，对诱蜂很多情况也不懂，对我产生了误解，甚至还有个别朋友到处说我骗人。没有诱到蜂之前，无论我如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，到后来诱到蜂特地找到我道歉，又回购了蜂蜡。像这样的委屈我只能默默承受，而且以后肯定还会有。捕蜂哥曾经也像你们一样买了200-300块钱的假蜂蜡，辛辛苦苦几个月都没有诱到蜜蜂，这样的经历让我感同身受。从卖出第一份蜂蜡到今天，我一直都坚持做好质量。我的身后是几百上千的蜂农，我的面前是无数的蜂友顾客们，这一份责任犹如泰山一样沉重。每一个好评、中评、差评全部都是来自每一个真实的顾客，没有任何一个来蜂视频造假，没有任何一份蜂蜡造假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卖蜂蜡的初衷，我也爱钱，但是我要赚心安理得问心无愧的钱。钱钱上万的来自你们的好心支持，你们的暖心鼓励，在那一刻可能都比不过一个差评的打击，但是我也曾经在无数次这样的打击中站起来。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，这样的视频会作为一个永远提醒我不忘初心的镜子。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。捕蜂哥，
这又来了一群。看我这个位置，大树树顶。